欣赏那个李总经理还有林老师，还有各位亲爱的同学，大家好。那我相信大家听完这场演讲，应该跟我一样，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感动。我相信大家有跟我一样感受，就觉得说，哇，这真的是一个，还是就是，其实当商学院老师，我就一刚开始就说过，最高兴的就是说，我们台湾出了一个这么典型的，在商学院的教材上是一个很好的典范企业，然后可以让这些接受商学院教育的同学们有一个新的启发，这样。所以我自己个人是非常非常感动，这样。那我觉得同学的反应，还有刚刚那个我们简单的台下听众的简短分享，我相信大家很多人的跟我的感觉都一样。那因为就是说，跟那个我们这场演讲已经陆续办了很多次，然后我们也知道说，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在鼓励大家，你去思索你真正人生的愿景，然后你活出你最好的自己，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刚从那个葛董事长他最后一点点分享，他提到他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，这么后来这么大动力，这么大坚持，这么大爆发力的来源是来自于对父母的那个爱，这样子。对，那我想说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深层的生命的力量，那是不是就这个部分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说，就是说这样子一个转折如何彻底的改变你人生一些价值观，然后后来他在你生命当中坚持做这些事情，因为我觉得要起这么大的影响力，你内在要很大的热情，就是他是发挥怎么样的，起了怎么样的那个效用，这样子在一个人生转变的那个价值观转变的阶段。对，我那时候其实我妈妈是，我爸爸走了以后，我妈妈半年以后就走了嘛，那我妈妈是癌症，我爸爸是肾脏病，都跟接触的化学或是有毒物质有关系。啊，我的岳父就我老婆的爸爸，也是癌症啊，前两天才开了第二次手术。对，所以我生命周遭里面有非常多这样的人。那我之前有一个忧郁症到多严重，就是我只要听到电话声响我就哭了啊，因为我妈妈在最后在家里，就我接回家以后，我公司很重要的事情去处理，我妈妈打电话给我。我妈妈的电话号码没有声音，她爆发，她这里癌症爆发以后，堵住气了，就我只听到一点点我知道是我妈妈啊，我跟她妈妈讲了一段话，对，因为我是想说，我可能是最后一次跟她讲话的机会，对。后来我现在好了，我现在没有吃药了，对，我去专注做某些事情，也许大家看我是一个很平凡，其实我就是很平凡的人，可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可以真的可以去做一些事情去改变自己，改变周遭的人，我觉得是可以的，而且这刚好点燃了生命的动能。那我记得我听过这样的一句话，就是说当你临终的那一刻，你回顾你的一生，你不会想到你这一生中赚了多少财富，而是你在这中你接触过哪些，你帮助过多少人，还有你给这个世界带来多少改变。我觉得这才是生命最有意义跟价值的地方。因为我们平常实在是太辛苦了，你读书啊这样，你每天都在忙碌这些事情，很少有时间去思考这样的事情。其实它是可以融入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之中的，它其实是可以的，真的是可以的。可是我们过去里面，像包括我们创业，就是想说你如何做大，如何做大，你要如何赚多少钱，多少钱。赚钱只要能够维持你的营运，让你的朝向理想目标有资金可以运作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赚钱也不一定是你死我活，我们可以跟所有的事情共存共荣，可以大家都发展得很好。我觉得未来应该是像这样的一个的社会，所以我只是想把我的一些过程和转折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了，然后能够让更多的人，而且我也认为下一代是我们的希望。如果现在的人在做，有一些人做这样的事情，可以帮。对，可能比我们发挥的影响力更大。这是我所希望的做的事情。我还是觉得很感动这样。然后我又想起那个，就说其实我觉得很多后来就是他对人生很有价值、很有贡献的，不管是企业家或是宗教家，他们其实都经过一个人生很低潮，然后很彻底的重新反省他的价值观。像我相信很多同学知道说，像 Steve Jobs， 他最后来留给很大一个很有名的话，就是他每天其实他都会问自己说，如果今天是我生命最后一天，然后我觉得哪些事情对我而言是真正关键或重要的，拿它当做一个很重要商业决策的准则，这样。所以我就是觉得在我们那个葛董事长身上也看到这种精神。那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个比较商场上跟你的价值理念常会发生的挣扎，因为我觉得你做这么大的改革，然后他
就是说，那你刚刚又跟我们讲说，哎、欸，后来得什么很有理想，可是最没有的就是钱这样子。那你是到底是怎么样在？就是说，很多时候你到底是要怎样找到那个平衡点？就是说，如果尤其是环保跟商业利润之间的平衡点，那如果两者之间发生冲突的话，你们会怎么处理？一个很好的问题。我觉得从商业的经营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，其实我们选择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可能要同时选择什么事情不做。好，就是像我们在分析化妆品这个产业里面，你看到几个像法国莱雅集团，美国的雅诗兰黛集团，你看它的行销广告预算大概在有时候在 40%， 如果新产品上市那个第一年可能 70% 80% 非常高。那你知道他们投入的资金，如果我们相同，假设我们公司也算蛮有钱，我们刚投广告在，我们投不赢他的。你就算请到林志玲，他就请 Lady Gaga， 对不对？你永远赢不了他。那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，就是我们公司也没有那个钱嘛。那但是我们还是有那个budget可以用。我全部来转绿色的时候，大概忽略或做不好的时候，我投入这一块的话，反正在里面容易看到亮点，被注意到。然后这里面又带出社会期待的价值观。我们那时候同事说：“哎，你做，我们如果做绿色这个。”Martin Sheen 体验太小，那我说，我们就想想说，你是不是做对趋势方向就好了？如果你明天认识、认同健康、认同环保的人多，比今天多，你就值得做。现在的蓝海没关系，可能是未来的红海，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啊。所以你做对趋势方向，你反而做对了，等他等，而且你具有领先的优势，好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其实放弃了当初一开始放弃所有的广告行销，好，等等。我们那时候第一期的海报都没有大人的模特，全部都是拍小朋友的，啊，连那个同事的小朋友都拿来拍。我们现在很多的广告也都是同学、邻居呵呵都来拍，对啊，因为但是我们把那个经费建上，我们做绿色创新，所以在绿色创新上面，我们的同业比不上我们，我们大概领先同业3年到5年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就专注做某些事情啊，把它做到非常的极致啊，然后跟你的理念跟你的执行的东西是要完全符合的。好，完全符合。化妆品以前是这样，就是我们做这个东西，其实大家好像差不多。那看谁的行销力量大了。那行销里面可能有过度的包装或不踏实。那现在消费者刚好对这种东西比较反感。啊，那你如果做的踏实，那我的消费者就变成我们其实公司经营的其实不是顾客，我们欧莱德大部分人都是粉丝。我们公司没有做广告，可是在网络上好多，像我们公司洗发精是我们销售的第三名。你一定想，那你们公司销售第一名是什么？我们公司第一名是长头发的，你看，我们在长头发在台湾卖销售超过1KK，100万瓶，台湾怎么会那么大市场？我们一瓶2000多块钱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不会因为卖不出去烦恼，我们会因为客人打电话说为什么要缺货，我的头发不行，你赶快给我，对，我们只有这种问题，对啊，我们现在今天仓库还是缺货，还是空空的，对，就是。那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做这方面，你做的比那优势做的好，我的消费者就有口碑。我们在网络上看到那个长头发前到长头发后的，没有一张是我们公司拍的，全部都是客人喜欢我们，他们长出来的拍，他们高兴，他们开心，对，好，就是这样子，他们一个告诉一个。所以我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又因为社群的关系，又因为传播改变的关系，刚好我们可以生存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有好的品牌价值，你好的口碑，很好的体验经验，我的消费者会变成我的粉丝，他会去告诉他的朋友，所以我的客户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来的。我在台湾2006年创业的时候，差一点倒掉，做绿色改造的时候，因为成本变很高，又没有广告，当然很难。那我就说没关系，我们等，等什么？知道？等客户洗，只要有买的人洗，洗了一个多月以后，他十几年的手好了。他做美发设计师，各位哈，我问为什么那么多严格？为什么要这么多标准？比很多的同业或是卫生标准都还非常严格，是因为我的客户一天洗头洗20-30次，你们一天洗头洗1次到2次，打球以后顶多再洗一次，对不对？他们一天洗20-30次，为什么？他帮你洗，他手一直接触这个。如果你的过敏刺激或毒物的话，对他而言是非常严重的。所以你看很多的发型师是生意好的，手都是皮肤都是坏掉的。可是你看他皮肤好的，你就要注意他可能是洗欧莱德。嘿，真的，我们在英国也不是广告，我们在英国就是一个十几家店非常有棒的连锁店、商的店，他的老板娘也是手坏掉的，他自己就洗了一个多以后，他全店全部都换我们的了，他不用讲话，这是最好的体验，所以他就帮我们宣传。我们在英国的展览会上，他自己出来的，我都不晓得，然后他媒体在采访他就出来要讲，他就要跟大家讲这个事情，他就是我最好的广告，我没有花一毛钱，我也不知道他会出现，好，就我觉得那这样的话，我就是对我们企业来讲，我们的服务或是我们的口碑也是最扎实的。
对，我觉得你我就把品牌这样子定义了哈，品牌是你信念的表征，也就是说你做什么做得扎实，你被传播出去才是真的，才是实在，才是有效果的。好，所以我认为说，对，所以你必须把你的精神灌注在你这种理念跟信仰，并且灌注在你每一个工作生活态度或者跟客户的接触点上面，所以你必须确实的做这样做的这样。你做的不够好，如果把它做得更好 ，OK。我再告诉一点点，我很爱讲，不好意思，我再告诉一点，我们的洗发精上面呢，目前好像还没有标一个是百分之百天然的，没有一个。好，我们那时候开始的时候，洗发精大概从70%几天然到80%几，我们现在做到99%多，好，对，我们已经做到这样子了。可是我们是最诚实的，卖最好。我们很多的同业洗发精都说它是天然洗发精。它是纯天然洗发精，它没有告诉它的百分比，但是这样的消费者认为它是整瓶都天然的嘛，哈，可是消费者反而不信任，好，反而我们诚实标示的，就是被信任，所以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。像我做凤梨酥的朋友，他给你保存期限只有3个礼拜，我现在送一个凤梨酥说保存期限3年，你不敢吃，对不对？你放3个礼拜了，你反而敢吃，为什么？其实对你是好的。那虽然在制造来讲，它会有库存的问题，有没有？有那个产品到时间就有失效问题，就有损失的问题，可是哈。反而心想事成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，哎，我这摆3年，我可以保存7年9年，我就可以放很久，就卖不掉会比较 OK。这样你心想事成，就你真的会放很久，你会放超过3年，因为没有人要买。